就伸手到那个窗户隔壁去拍女浴室的吧，拍了一下人把手收进去了，几秒钟就被手机抢过来了。我手机以后他们是在浴室里边的、嗯、肯定需要拍照、嗯、先保存记录是吧，保存这个证据。他是先过来他说我犯错了是吧、嗯、怎么样警察来了，那个男生就道歉去了、嗯、其实对不起啥啥、嗯、不是故意啥、嗯嗯